Villa Formosa.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. Villa Formosa.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. 啊，嗯，曾师傅，跟你说啊，这天啊，是高雄很有名的一间电影院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它有杜比的环绕音响，而且它还有非常豪华的座椅哦。真的。真的，我们先去买票。有情人座椅吗？有啊，我们要一起。那我们就一起情人一下。OK， 先去买票吧。好。看电影去喽。想看什么？看《亡命关头》吧。好啊，听说还蛮夯的。嗯。好啊，这边。看一下啊，你们最近的《亡命关头》的是几点的啊？6点，看一下。好，7点10分。7点10分，好。那就用那一部。那我要中后排的位置。对，谢谢。我要两张票。有会员票吗？没有哎。没有。对，那这样两张票多少钱？两张开单，全票220。好。440。好。这里。谢谢。自由票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Go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买个什么吃的？好，那当然要喽。好啦，走啊，走。耶 ，Hello。哎，你要吃什么？爆米花。好啊，然后再一份薯片。对，是的。那你要喝东西吗？要。两个喝一杯就好了吧。可乐，好，就这样。嗯，这样多少钱？这样的话，帮你当套餐比较便宜。好，好，再一共是100。好，好，这里，这里，谢谢，这里，谢谢。啊，爆米花，太棒了！可以看电影，可以吃爆米花，好幸福哦！哈哈。放松一下，睡上冷气。好，好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